人称大王公，他是何方神圣？人要出兵的时阵啊，要烧钱，都看到啊，大王公啊骑马啊，带出个兵将，所以才替皇母回尊龙。台北天后宫这尊神明超罕见。我们这里主要供奉的还是妈祖娘娘，因为在日治时期的时候，这边是弘法寺，那主要供奉的就是我身后这个弘法大师。每周六日晚间9点，敬请锁定《台湾百庙》。